二 Sir， 请不要做。这两天陈飞宇的儿子，陈凯歌的儿子陈飞宇爆出了惊天大瓜，网民都在这样调侃。那让我这个英文老师万万没有想到的事，就这件事居然也冲出了国门，不少外媒报道。那我们不妨继续我们的光荣传统，吃瓜学英文。So, here we go. Some netizens are calling this Chris Yu 2.0, but Chen Feiyu's agency is claiming the young actor is an innocent party in the latest celebrity sex scandal to hit China headlines. 裸听是不是觉得也没有太大的压力？好。某些网民呢把这称之为吴亦凡 2.0， 但是陈飞宇的 agency， 也就是他的经纪公司，说到了这个年轻的演员呢是在此次席卷中国头条新闻的明星性丑闻当中无辜的那一方。哎，稍微说一下 party， 我们会觉得用中文解释很复杂，一会儿政党了，一会儿是举办一个聚会了，一会儿呢就是这样某某一方。实际上老外理解很简单，就是一群人在家里面有吃有喝有说有笑的一群人，就是 a party。 哎，你翻译成中文很烦，叫开一个 party， 开一个聚会。然后呢，哎，美国那帮子老头老太在国会大厦吵架啊，英文叫 the democratic party， the republican party， 他不用用另外的词，同一个词，为什么在他们头脑当中就是一群人在那儿吵架。好，对簿公堂的两群人，其中一方他们叫 a party， 因为就是一群人呢，只不过我们要翻译成一方。那当这一方就是这一边的这些人，一群人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呢，就是 an innocent party。 好， hit headlines 吧，就是上头条嘛。那你觉得我们中文当中一会儿上头条了，一会儿什么站位占据了头条啊？其实不同的表达它对应的那个画面感是不一样的。就拿这儿来说， hit headlines 比 make headlines 视觉冲击力要强那么一丢丢。那当然英文当中还有 grab headlines， 一把抓住，还有 land headlines， 就好像某个东西突然砸向地面，那个视觉冲击力是不一样的。来接着往下看。Yesterday, suggestive photos of a topless young man who paparazzi claimed is 22-year-old Feiyu asleep on a bed with a woman next to him were leaked on Weibo, causing a furor among netizens. 我刚刚读的时候为什么这么的做作？因为当中语调比较下沉，音量比较低的部分，说的比较快的部分，就让你明白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分支。重要的是整个这一句话看似很复杂，实际上那个主调就是 photos were leaked on Weibo， 昨天的时候某一些照片在微博上面被泄露出来了。那是谁的照片呢？哦， photos of a topless young man， 一个上身没有穿衣服的一个年轻的男子。哦，这个男子是谁呢？说话的时候我还可以这样说，哦， photos of a topless young man who paparazzi claimed is 22-year-old 飞鱼。这样你能听得出来。那阅读的时候没有这样的高低变化怎么办呢？老外他发明了标点符号呀，我有破折号，视觉上提醒你这儿断句，后面还有逗号呢，不就行了吗？哦，他告诉你这是 paparazzi， 一听就知道就是意大利语的词汇。我之前有一期节目讲过的，来自于意大利一部电影当中，那个主人翁他就是喜欢追着明星然后去疯狂拍照的，所以呢这个词翻译成中文叫狗仔队啊。那么最重要的是那个形象。好啊，狗仔队呢声称是22岁的飞羽的这个上身没有穿衣服的年轻的男子在这一群照片当中。好，哎，接着说他的状态， asleep on a bed， 他在床上呢睡着的状态， with the woman next to him， 身旁有一个女性。好，这说完了，只不过补充描述了 a topless young man。 其实 a topless young man 那儿又补充描述的是 photos， 对不对？所以这全连上去了， were leaked on Weibo， 然后进一步带来什么结果呢？ causing a furor among netizens。 注意这个 furor 不要和 fury 啊联系在一块， fury 指的是一个人狂怒的那个状态，这个 furor 呢它可能是好多种不同的状态，有的时候是狂怒，有的人是狂喜，你会觉得好怪啊，老外这个一个词怎么这么多意思？实际上它只有一种意思，就是一个人的情绪推到最高点，有可能是狂喜、狂怒、狂悲，好不好？来，我们还留下一个词没讲，那就是 suggestive， 我都没有翻译，因为如果你去查词典，会发现很多根本没有办法套用在这儿的中文翻译，什么挑逗的，这些照片你看了之后，你觉得挑逗什么呢？实际上呢，硬是要翻，我个人觉得在这个语境当中还比较对应咱们中文所说的暧昧的。为什么呢？因为 suggestive 它肯定来自于 suggest， 就是表明。但你知道，你用表明呢，也不能精准的表达 suggest 这个词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会见到英文当中有这样的表达，说某一件事发生了，然后呢 ，it suggests 某某某某什么什么。他不是直接的告诉你接下来要做这件事，而是间接性的告诉你，哎，有可能接下来你要去采取这个行动。所以什么叫 suggestive？ 就是他没有以明白无故的形式告诉你究竟咱们这家店可以做什么事，究竟在东京歌舞伎厅那个门口啊，有一张牌子，上面有一个美女，她穿的呢
不算非常得体，但是也不是非常的暴露。然后哎，我们中文会说会让某一些停留的男子啊叫浮想联翩，那个浮想不是我直接告诉你你要这样去想的，所以这样的照片就叫 suggestive photos。 那我们看到街边啊，以前很多对不对，那些啊粉红色的那些灯光的那些店，哎，那些叫 suggestive lights 啊。某一些男子没有经叔叔考验，然后走进去了，姑娘把卷帘门拉下来，你看这个过程都契合了这个 suggestive。 好，我们没有讲了，就已经讲完了，从头到尾裸听一遍好不好。Some netizens are calling this Chris Wu 2.0, but Chen Feiyu's agency is claiming the young actor is an innocent party in the latest celebrity sex scandal to hit China headlines. Yesterday, suggested photos of a topless young man who paparazzi claimed is 22-year-old Feiyu, asleep on a bed with a woman next to him, were leaked on Weibo, causing a furor among netizens. 好，是不是感觉有了画面感就是高效，可以听懂。好，我是自学并做了10年同声传译的 Albert， 别忘了点赞关注，咱们下期继续追热点学英文。